这个问题哈。嗯。你反复强调说在深圳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。嗯。是吗？是。那我问几个场景。嗯。当你们准备投资那个生意的时候，心情怎么样？那时候就抱着很大的希望，那翻了。抱的希望是不是很兴奋？对。高兴吗？高兴。好，当你们经过自己的努力把两个孩子从安徽接到了身边，什么心情？很高兴。当你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至少七年啊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。